哎，科比，你中学啊？科比推车嘛？不是老师推车，是科比推车。我今天在塞车啊，这叫你推车啊？安怎？这一台就是我们前几天我们给搞回来。这台什么车啊？啥吧？这台九千 GDE 嘛。嗯。所以我英文没啥吧 ？A B C D 我都说我知啊。连做伙我袂晓分几块呀？是啊。对哇，这台车赞啊！你看，这台车其实产值没有很高了。因为这个它再活下去的意义，因为车主交给我们，你知道吗？他真的很不舍，然后即将干，你可以看威西亚，你看一下就知道，他即将就唔干嘛？哦，我就惊我阿无买，我都老的啊，那我都要搞到邓来啊，是啊，对啊，这个你看，这个都还不错，状况我觉得它已经1995，加几年的25年，比较大还老哎，你看，对啊，你看前面还有雨刷，小雨刷的嘛，你这真的会动吗？我蛮宅，我试，我试一下好不好？免了油都不会的，不是啊，不是那一个啦，不对，找不到，干行不行？这大灯啊，这大灯，所以你没有找到，那个。你看这引擎呢，很干净的，还没有什么漏油。你看它以前，你看，你看到你看，米秀在等你看，这真正我的狗，你知道哦？这白白的不是什么，这东西蜡，以前让我给你怕蜡的嘛，这东西蜡，含着眼泪卖给我们，不错。啊，要去处理了，是不是？八。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带了一箱的钱要来吗？自己的车位多好，连窗户都不用关，这傻吧？哎，今嘛要补骨啊吗？小看一下哇，啊，看干嘞，那计小会巧，讲咱的你讲。我是这样觉得啦，因为如果有人喜欢这一台，或者是他比较。可能在找这个型号，那这台车其实算保养还不错。那如果他愿意去多开的话，对他来讲也是好。换掉，五轮的。对啊，2.3。好了，泰山你预备去打呀？不要什么都叫我卖啊！我第一个都想到你耶。是哦。对啊，对你想好啊，就买没啥看啊。这老车就是一买它的味道。100。老实讲，已经到这个年纪来讲，有撞没撞，已经也没什么差。人家拢在搏斗啊，兄弟。阿里有什么今年有什么打算吗？其实我想要一直留着开，但是后来一些感觉，他们就是叫我赶快处理掉，因为光税金保险一年就25000嘛，原来那个很税金都是啊，对，然后他就觉得我那么少开，那就不要了。他不要的话，我就觉得说，如果有人他喜欢的是这种车，老车那个味道。萨巴又停车，我知道你意思不是，总说他送我也没关系，可是他要帮他找到一个好价啦，对，没有类似这样，就是你们，其实不是钱的问题，假设买3万，他也一样会在意说，就是要卖给下一个客人。对，你说3万，我就3万，对，反正很简单，这个车就是买回去，下一个的接手的人我们要筛选，好屁孩的打掉。不爱车的打掉，泰山买可以，那我就打掉了啊，你可以啊，你是说啊，你不用是屁孩，你说我是屁孩，你搞不好有人就这样，试车应该是不用了，对，这样就可以了，时间日期我等一下先写了，我接下来会帮你先压个时间啊，就是说几点几分车我开车，确定说这个时间，我那个我会归还我的 ，OK， 好，记得啊，找到一个好的人家才可以嫁出去，好，对，好了，走了。这个他们就对这个也不是钱的问题，我刚刚觉得你今天卖10万、卖3万、卖5000，都不是钱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找到一个好的让他对照顾他。我跟你讲，这个车啊，比我那一台更有味道，不是它的臭味啊，我知道那个对，不是臭味啊，不要误导哦，那种味道就是老车的味道，对不对？现在回去了，对啊，回去了，小心开啊，这第三归你好吗 ？25。25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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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的
25 年前人家都加热了，加热座椅，那时候就有 Auto 哎、欸，25年前人就是科技啊嘞，25年前我都在欧品康啊，你看，啊，这机，这样挖这样，他地方没有啊，冷气还很冷哎、欸，蛮冷的。还很冷哎、欸，24度嘞，顶个泰山的已经转到18度了，没有，已经转到底了，转到底了，真的啊，真的，我转到底也没那么冷。靠家啦，你别再黑掉，大家喜欢看大的，大找到大的了，哇，这个事业做很大、啊，对啊，这上面一百你看哦，啊，六百你还厉害嘞，啊哇，好嘞，整个会这样动，哇，天窗还会动。我觉得我先不要开，因为等一下会下雨，万一打开了关不起来，我们就糗了。还是我们要勇于尝试。你等一下看开一台煞吧，你看穿雨衣就好笑了。嗯，啊，过头而已。哦，干，不是说你台中人，台中没在迷路哦。啊，笑死了。好了，欸，我大条了，我就细条的，老眼昏花了。你唔知你生命随时拢会啊，拢危险的是。其实下雨天有好处，真的，万一抓温度也没那么抓那么快，那唯一的好处了。那坏处是什么？我看不到路。看不到。一分从这边出发。七点吗？看我过会到，我要开 Turbo 哦。啊，开！这七的它真的很棒。这么先进哦。你会被发现我们在偷拍，会被？不会怎样啊？不压我。哦。谁？哎，门口那个是狮子。我冇入去过啊，用笑，你咪用笑，卖人讲话用笑。我冇入去过啊，金钱豹啊，我都开门足青烟嘞，哇，不管是啥物拢青，饮料嘛未开过，冰箱嘛未开过，我在家未开，全部啊你，你那海参打蛤蟆我哪未开啊，都在吐沙嘞，可以啊，你开就是，这我们刚刚铺满了，加挂，你知呀？好爽的呀！你有千万来一届，你就知道啦。有说台中这边就是动物园逛逛，嗯，不然就去海边走走。海边是什么？海派。哦。没有尝试也要看电视。我爽啊！哎，哇！姐，好了，上高速公路了。等到你有没有油、有没有水都没有去，你就开了。哎、欸，你自己说不用试了，好不好？因为你这车比龙赶快嘛。B0 的 B 啊，啊 B0 有什么 B0 的 B0 的加速感啊、欸、可以跑耶、欸、但是停得下夸张啊有耶、欸、不然你是不是冲过来你说一下我不敢冲过去回去直接可以卖了我们试完车可以卖啊你有听到什么怪声老师讲的风切声除了风切声跟那个塑胶的这个摩擦声，这车况应该不错。他说工单有这么大一节，像人的一样嘛，宾利表有没有？就是你应该把它拿走。比赛，车子你规把上有钉来啊，提来我看，有点给他做纪念。我全光他做那个情形，你应该看蛮多次的。有用掉一点啊？对啊。有爱的没有那么多了，就像泰山把自己车卖掉，他完全都不会伤心，因为他想的是他的野马这样。不会啦，我应该就会那个。哭一下，我终于买到野马了，加速嘞，顺顺的，对，顺顺的，还要一直注意超速，像刚刚那个抖车就不会了。哎、欸，不对啊，你今天估车对不对？你怎么都、欸、什么都没有看、啊？你对，老实讲，他已经到底了。不好意思，先生，你这台车要卖我，你要给我10000块。是啊，因为我本来可能打算跟你买20000的，你这撞到就要扣30000，直接给我10000。你觉得有可能吗？所以不可能嘛，所以就大概看一下身体 OK 就好。今天假设一台100万的车，老实讲，我可能看半天，我也可能会看嘛。嗯，一个错误可能就会损失。我估错了，我买30000，报废好10000。对啊，对啊，还好，因为这个车，其实就是感觉上，哎，老税啊，老税啊，就是类似这样。总共买错了不起，然后留起来自己开而已。估的不是这个，估的是勇气。我有勇气把它买回来，是勇气，还有勇气把它开上来。加大啊，还可以活很久哦，这台车。还有一个重点，为什么没有一直看？嗯，因为好像也没什么好看的，因为引擎都打打，你管内行人看一下就好了。你泰山都看得出来了，我不相信他看不出来了。对，我就赶快盖起来了，不想看了。哇，你这样讲还是有道理。希望泰山的看出来啊。对啊，要瞄一下哦。对，你都讲，我都唔敢讲，你都得哦，年纪不错，那我应该可以多卖个20000，对不对？哇，就赶快蹦！哎，我是赶快的，对，关键都可以我去交啊。到了，怎么办？我们足足花了2小时又3分钟。好了，哎，
回到了。回来可以开了，对对。看一下哦。好的，上可以。好，然后，然后尾啦。而且不会漏水，刚刚我们还有遇到下雨，最后尾，最后尾。哇塞！我这车赞。啊，好好帮人家弄一弄，对不对？哦，皮龙阿妈才回来的哦，好好赛不？袂歹啊，啊，2300，好不？这有迄个 Griffin 哦，啊无啊，这 C D E 尔 ，A B C D E A 啊，来往这差一个 Coco 啊就变奥迪啊，哈，这2300厉害吧？这个内装还不错嘞吼，对哦，无浪费的，我要开出来，要订车开出来的时阵，我一讲我落车，一外过讲，我一讲你头看不是，目眶拢红，目眶红哦，目屎拢顶落的。我另外在做图一边，你也是啊。你这就特别，你这玩得有差对吗？我来这车看哦，我有知影以前叫啥。他这样就看出来，讲我是打打的。我看到。你来讲，你咪讲我这是打比较起价，我都坐地起价。哎呀，我啊对，我都紧扛掉。伊讲，然后他就问我，有啥你看下价？我讲，这车已经无多，那准弄掉要来扣30000，伊嘛无要让人扣啊，扣袂掉啊。嘿，人就扣啊，嘿，伊个也扣，伊就扣啊。对哦，你放应该无声的，无声。看到比较惊艳，翻开看就知道车况。外观看一下，内装看一下，那车就可以买。你前后摸罗雪拜呢，后边迄个地图套，那叫啥？地图套会较灵呢。对啊，因为我这个看物件咯，我这个看物件，这是啥？开关咯。哦，开关你家。对，用这是冲套的。对啊。哦，伊这把手做的好精明的吼。你看后边佫有迄个后备，这是偌好难的蜂蜜。像个人呢，爱心很适合车车主，因为哎也是爱心，是不是抽奖哦，观众朋友，有出给咱弄上啦哈，你若出袂够，给我上啦，有啊，你捌看过迄叫卖哥迄无？好有啊，看我这里出啊出啊出袂够，我上你喊得到我就卖，喊不到让我送回来。这袂歹，这个又耐撞，你看它这种旧型的保感哦，来这种起码用100，不用，没有这车就用，哇，以前这种年代的，对。里面爸妈都已，现在有的妈连内铁都抽掉，你保感就一层皮而已，就让你撞啊。对啊，就让你撞啊，破了就换啊。对啊。问题是他妈的溃缩区在前面。我那是讲伊换过咧。无啦，金丝丝，金金金嘛，哇。哇，你的手可以不要那么熟练。我跟你讲，不熟练，因为没有那么细。哦。捡到宝了啦！这就是捡到宝，知道吗？璞玉。有啊，你看这个周围这个胶条，你看，它大，今天台中今天台中真的比较没那么常下，所以它一些这种胶条，对啊，都是对。今天啦，你看它这个除了胶条，旁边还有一层绒毛，你有没有看到？我买过一台这个，绿色苹果绿，上五指山喝咖啡，哇，在我马子那时候还不是老婆，同一个，后来是马子，上五指山喝咖啡跟哦呸软，隔天去看有没有？公司到公司都没完了。我怕不一定冲了，一个 hit 而已，咖啡牛奶不是草莓牛奶，咖啡牛奶、都没有抓温度，看起来也都正常。只有咱这 ending 我用，小雨刷呢，真的爽，有味道，有味道，好想开，明天再开。我运动，拜拜哥，我先去捐钱喽。小西自动下，没车就完蛋嘞。一百哥，今天后来就卖这台。他说他要来见我，他说他来见，对啊，还跟我拍照哎，觉得没有了，我就是一个，对不对？小书童而已，小书童，那我是什么？小书童，你是那个左青龙右白虎，哈，啊，我是左边还是右边？弄一下啊，今天穿这种装备这么整齐要去哪里？今天哦，一样啊，每个月都要总是要来一次的，不然会怪怪的，会怪怪的。人家去捐钱了，啊，钱有找吗？你有找吗？钱有带就好了。钱快到了，哦，今天会不会遇到阿姨？我不知道啊。我想早发起来。对，我想讲你那我来吃。忘记了，拍谁拍谁？可以。铁渣湾呐，啊。你想早湾呐？啊，你讲啊，有点多啊，你。跟你讲话，我先见之明，是吧？他都一直是没有啊。我掂着你，我那你干嘛不加？你干嘛没？你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错。四万七，对不对？那要捐多少钱？就那个啊，标售那个价格。好，
你妈喜欢几把就买。哦，确定的，确定的，写好啊。阿姨不给我下地。现在我觉得店长应该很厉害，他应该打这个账号，这边下面就跑出来了。只要你账号写对就好，因为他都没问说，哎，你这是什么字？这是捐款啊，好，好，就是我们公司第一个就是投资有原车主吴台佑，吴台佑，好，再来就是廖佑成，好，就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新的车主，对对，新车主，感谢大家的爱心。对啊 ，OK。然后我们捐给这个，有没有？您念一下。哦，财团法人台湾。雷特氏症病友关怀协会，不是财团，社团。社团，对对对，我会操作谁哦？好，这个比较少人知道的，对吗？对。那、啊、他们也很需要大家帮助了、啊啊啊。如果大家有，当然有，对，大家如果有这个能力，当然是、那個、对啊，一日所得或对吧、啊？还是什么？对，你是这样，还是今天省下的咖啡钱捐过去都 OK？ 对、啊、对、啊，解决一件事情。对，可以喝咖啡的。对。哎、欸，不对啊，刚不是说要省一杯咖啡？啊、你要去加的？对啊，已经亮灯了、啊。亮灯不加怎样？像这种德国车啊，比较不建议。大概油表已经大概剩大概四分之一左右，就需要加了。是、啊，其实汽油帮浦就是对，就是靠油在冷却的。好、哦、啊，为什么要去做？因为你没有去加油啊，如果坏掉修很贵。哦，对，这种车修理起来是像你的车大概要两三倍嘛。你的车假设是50万，这台车是150万、嗯，你修的东西是5000块，这个东西是15000，都是很简单的。哦，工资你可能3000，这个人家又多了，哎，假设好又3倍，他的工资可能就有对，因为他一定比较难装嘛，对如果是比较好装，他也是跟你说比较贵。刚五汽油帮浦刚好好装的，好像没有，都是很难装。哎，加油站会不会说啊，几台枪都够不了？刚刚你客满了，我不加了。啊，加油加油！你看我现在开的是宾士嘛。摸的是鸡腿啊？什么鸡腿？这大鸡腿，哦，是鸡腿。你不觉得吗？啊、开车有这一只？不行了，我现在已经跳到另外一个 B， 就不能。是、啊。对，能不能这样了、啊？哦，对啊，我要更努力一点。嗯、欸，有没有？泰山，你再更努力一点，大家更努力，欸、我就可以换更好的车。哦。今天去把这个钱捐完了。好，今天已经做完善事了，所以我们要、哦、就像我讲的多。帮我们订阅、分享、开小铃铛，嗯，好、哦，我们才有支持，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爱心哦。这个是比较罕见的疾病呢、啊，也比较少人家知道哦。大家如果有这个能力啊，当然是哦，多多就可以捐个款给他们这样。哎，社团法人台湾雷特斯病友关怀协会啊、哦，这个对啊对啊对啊，大家多关怀一下，对啊，多关怀一下，一块不嫌少。好，十块也不嫌多，100万也不嫌多，当然是越多要，但是可是能力范围内就好的。对对对对对，好，记得哦，好、嗯，拜拜。